我开了，我开了，哎，16了，熊子印呢？熊子印呢？你在干嘛熊呢？你拍我，你下面你别照我。讲话，林佳怡，讲话。生日快乐，熊子印！谢谢你们，生日快乐，熊姐姐，熊熊。我就说怎么感觉少了点东西，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就来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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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熊熊，我们的熊熊生日快乐，我们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我的柳柳，谢谢你，我感动的要哭出来了。我要放一首感动歌，这样子我就能哭出来了。哭给我们，林佳怡，我要笑死了。为什么？发表一些感言。我记得上一个林佳怡的生日是谢谢我给你谢醒了。对，跟林佳怡57左右的时候，我过来找他们，然后呢，林佳怡就是把手机开着你的直播，然后放在他的枕边，面对着这个画面，面对着你睡着了，你知道？太感动了，我太感动了。林佳怡就是为了等你这个，然后他零点的时候刷的一下就醒了。你好爱我呀。来，于佳伟发表一些感言。发表一些感言。对，于佳伟这几天可想念你了，就是他的这个床，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前几天呀，前几天于佳伟这个床，从哪里看出来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知道呀。这不就是一直给熊子英留着的吗？对呀，我知道的呀，我要回来了呀，不是说6月1号要解封了吗？6月1号，真的假的？回来了？对呀。于佳伟太兴奋了，我是害怕。知道了，小鱼，我会回来的，你等等我嘛。不是不是，现在说这种话好像不太好，我要守一下拍德，守一下拍德。没事，我不守拍德，给你几个吻，么么么么么么，熊熊，么，生日快乐，么，谢谢你。你继续吧，我们等你回来，给你过。你们这么快就走了？这不是怕耽误你你看视频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没看呢，视频还没有发好呢。我想看看你的粉丝都给你录什么视频。对，我们也想看你的粉丝。那你们就跟我连着，待会一起看呗。会卡的。我们等你回来，我们生日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对，都在那个就是未发货那一栏里。确实。都在那边。我真的要笑死了。熊熊期待吧。那我6月1号能不能回去啊？那小鱼生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解封了？差不多。但不一定啊，他怕那个不能跨区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啊，但是我生日的时候应该能解封。林佳怡生日的时候我也是在家里过的。是这样子，林佳怡生日的时候你们四个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我生日的时候我在这边，你们在那边，我真的哭的。没事儿，我们与你同在。对，我们的心与你同在。对，就当时我们仨的聚在一块儿都在说，哎呀哎呀，熊子一冷冷一会儿过生日了。但是我今天过生日，我都不知道前20分钟我是怎么过过来的。没事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看着直播。果然嘛，你们一直在看着我，我真的好害怕呀。嘛嘛，不怕不怕。嘛嘛嘛。好啦，你跟你的粉丝们过吧，我们在这里等着你。准备好蛋糕，准备好礼物，等您回来。等我的生日，等他们录的生日视频吗？对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妈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！今天开开心心，谢谢你们上天，开开心心的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真的要哭了，拜拜，你哭呀，你快点哭。对呀，我不是啊，我那个紧张的气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，你们懂不懂啊？我真的想哭的，你快哭一个呀！他们俩都盯着，都看着呢，都等着呢。不哭不哭啊，生日咱开开心心的，好了，你继续吧，拜拜。拜拜。
拜拜，拜拜，刘志。拜拜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嗯，你挂吧，你好，你挂吧，啊，那我挂，嗯，拜拜，嗯，你怎么摁不了这个结束呢？啊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谢谢水叔叔片的荧光棒，我要溜溜球了，我要去卸妆了，就是说。怎么又有点了？好了，大家拜拜呀！就是说准备去卸妆了啊！啊，对呀，就上来连个麦，就是咱就是结束了，嗯、啊。谢谢陆静婷最喜欢我的荧光棒，好嘞。对，咱就是结束了。谢谢 VerVerQL 的秋天奶茶，谢谢魔术师的荧光棒。啊，哇塞，小熊过生日，哇，看着好开心呢。谢谢可爱喵家汉堡的风车，就是说20，对，就是为了修熊而开的，因为今天这个造型就是咱不见过面了吗？然后呢，我造型还在，给熊熊连个麦吧。啊，熊熊自己在家过生日是吧？需要我们的陪伴。嗯，过几天咱们再啊，或者明天也有可能再见面，后天也有可能再见面，到时候咱们再见。晚安呀，大家，大家都早点睡哦。嗯，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晚上好，晚安大家。一会儿我会回翻牌的呀。嗯，一会儿会回翻牌。好嘞，拜拜。嗯哼。嗯嗯，好诶。